我想我自己几年前，差不多5年多左右，有一篇文章在台湾法学会年会发表，其实应该是国内第一次完全去重新完整 review 整个台湾底价地市区段征收的制度特征，那跟它的基础的违宪的讨论。那这几年下来啊，也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但是变化其实不大，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情况，因为其实当我们把这些问题都点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觉我们的行政院啊，我们内政部也是地政司政是完全死在那里，完全只会跳针，他根本不回答我们所提出的任何质疑，其实永远只会讲说这是整体开发，然后这对人民比较有利，大家不会抗争，那去死啊！如果征收制度的存在就是你要抗争，我的正当性都会高过你的抗争，我硬压法院一定会买单，我还是征不到你土地，不然要征收干嘛？因为你如果不抗争，我不是要买的就好。大家听得懂我这个逻辑吗？这非常非常简单。为什么德国一条穿越德国南部横断900多公里的高铁铁道，没有一寸土地是征收来的？哦，能买我就买了。其实原理简单到一整个不行，所以其实我不否认这几年我非常的沮丧，然后我其实非常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根本碰到是一群从政治人物到底下行政官员的那种官僚特性，其实说出来变成拳头像打在棉花里，完全是没用，因为没有人要跟你讲道理。好，我想底下我很简单，因为其实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用后面的 QR code 去抓，因为我写的是比较简单的方式，想试着把这几年里面所产生的那个理论上的那个差异呢，跟整个的结构把它列出来，而且是用大纲的方式，免得写太漏漏等哦，因为我上次那篇文章就快4万字。那以这几年的那个学说变化来讲，其实有一些东西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没有办法再一样写那么多嘛。第一点呢，就是这几年在论述上，学界其实当然对于区段征收是违宪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哦，我不否认有些老师觉得这个是联合开发，啊，因为你可以领土地回来。但是基本上，我就认为在逻辑上这个论点是有问题的，因为联合开发是看你情我愿的。那我愿意跟你开发嘛？为什么？刚刚徐老师强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要提醒大家哦，宪法对我们基本权利的保障是你手里的东西，啊，你还没拿到手的东西，宪法保不保障？不保障，它是保障你有公平取得机会，但是你还没拿到，我干嘛保障你？就像是你今天乐透，你能够主张说我乐透一定要中吗？国家有保障这样的权利没有？你说我房子买不到，国家保障我买得到房子，而且是哪一个房子？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我们今天要谈联合开发，包含都更跟从化里面都有一样的情况。我凭什么这么多人主张说我人比较多，所以你东西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做投资，一起做开发？这个根本是扭曲比例原则，因为比例原则在我们念公法的人来讲是帝王条款，它指的是其实你的对人家权利的破坏，必须跟你要达到公共利益的目的，必须要得到平衡，而不是我人比较多。全部都是在鬼扯懒蛋，我们讲说那请原谅我讲脏话哈。那所以基本上逻辑很简单，就是说我们通常在判断存不存在一个征收还是联合开发，最简单原来看一个东西就好，有没有 take it， 英文讲 take it， 说国家有没有用公权力把东西拿走。因为如果是契约是你情我愿，那没话好讲，公权力拿走，那 take it 这个动作，那因为我是用英文讲，因为德文这上面其实在场能知道的人不多。那以 taking 来讲，简单，就刚才这个特征而已。那区段征收有吗？区段征收有。区段征收是虽然配发底价地，但是它是法定都是我先给补偿金，但是呢，我允许你在公告征收之后一年内以书面申请要配发底价地。而且我申请的时候，万一发回来底价地面积太小，我一样取消你资格，只发补偿金。所以请问这是不是征收？是，这是绝对是征收。你不能够说因为我用底价地来代替补偿金，所以它就不是征收。所以基本上地政司目前所采用的逻辑，以目前某些学界朋友们所主张所谓的这个征收呢，它虽然征收只是一个联合开发，我基本上是拒绝这样子的说法，这是有问题的东西，因为它仍然具备这个 taking 的状态吧。那我想因为这种 taking 状态存在在现代的这个宪法法治国家里面，你基本上
台湾从44400号以下，他都普遍在讲说财产权当然有社会义务了，因为任何基本权利多少都有。那但是呢，他都会有个问题，就是说你超过一定的界限之后，你政府必须要提供额外的正当性，那个就是刚刚徐老师所提到的公益性跟必要性。那公益性的问题我比较不谈，因为其实很少目前一件事情说完全无公益的事情，这个机会很难，所以绝大部分问题会出在必要性上面。那我只讲，我想我在我的大纲里面我写到 2.5 那个地方可以提供大家做个参考，说你 taking 啊不可能跟一般财产权限制，就像我们住在都市计划区，你说好我住在住宅区我不能开夜店，有没有限制？对我财产权有没有限制？有啊，但是国家需要给你补偿，不需要，它原因是我们把它当成这是一个一般性的社会义务。那比较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比较大的问题在于说你要超出这条界限，你要把产权或使用权全部剥夺的情况，你的要额外有什么东西呢？你这个公益不能够抽象的是总体经济性的，也不能够是抽象。比如说我这样开发之后大家日子过得比较好，请问那个请问怎么估量？那这个东西因此它必须要是特定的目的，因此我才知道你会不会转用。就像我这边要盖一个国小，我盖一个大学，因此我才知道你这种转去做图书馆，这个恐怕有转用的问题。所以征收的目的不可以是抽象的，它必须特定，它必须要具体，而且呢它必须要证明我压倒性的明显压倒性压倒我所破坏人民的产权。所以呢，其实在德国的案例有提供大家，因为德国案例非常多，如果大家有兴趣，司法院有翻译一整套德国宪法法院的裁判，这当中包含什么？包含我们村子如果为了推动观光要开一条脚踏车道可不可以征收？对不起，没有足够公益性，在台湾这个绝对征收了，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造产。可是事实上在德国公共造产就可以征收吗？对不起，没这个事。一样道理，我们套回到台南铁路东里一样，我把你征来当绿地，见鬼了，这个真的可以征收吗？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其实我不能不讲一点，就是说其实也许这是我们法学界欠大家，就是整个征收构成要件的严谨度没有被真正精确的讨论清楚过，或者是我真的太人为言轻了，所以真的没有人理我。那我想这个部分哈，这个底下地区乱征收，如果从上面来讲，确实具有 taking 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也因此我要特别讲一个问题，就是，就像刚才我想特别提的，就是这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捷运桃园捷运绿线的那个问题。我场站就要这么多，我画那么大区的都市计划，它为什么都市计划区我都要征收？我马路盖完，我电接完，瓦斯接完，水接完，其他这些土地为什么需要征收？我没做公共设施啊，为什么需要征收？而且我土地还配得回来，所以这个地方会显示到第一个问题，我刚才提到，我今天公益性，我就算承认你有一个这样所谓抽象的公益存在，你必要性一样过不了关。而区段征收最大的问题就是彻底的模糊化所谓征收必要性的这一个要求，整个被模糊掉，把它变成他只要说了就算，我说要征就是征。哦，变成这个也很大问题。那当然，我们如果从后面来看，我想那个针对我底下的那个第二点，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问题。其实我们往往是放在财务资产性底下来做的。好，那里面我们讲说为什么有这么大问题？因为其实台湾区段征收只有两种类型，一种就是我这块地这边可能是荒地，又整个是农地，我全部把它都市计划化，所以有这个叫做整体开发。另外一种是什么？就像捷运刚才讲，捷运或者航空城，我有一个核心公共设施，我往外扩张。那很明显哦，如果是后者的情况，公共设施本身我可以用一般征收，那为什么还可以往外扩？请问往外扩的必要性在哪里？它不能够直接接受那个设施本身的必要性，那它本身必须要提供往外扩部分的必要性，而这部分目前连在土征的委员会，基本上我并不认为有被审查到。那我想再下来问题，那整体开发呢？那个更见鬼！为什么？刚刚举过例子，今天非都市土地直接转为都市土地，请问我们去随便找个乡下，我要扩大这区，怎么转过来？难道一定要做区段征收吗？因为我中中马路做出来，线拉出来，管子拉出来，剩下的土地是不是一样可以在市场里自由交易？因为你就变成都市用的住宅用地，而不是乡村区已建啊，或者农牧用地。所以其实这里面会产生很大问题，尤其他在论理上一直把那个，当年孙文的那个所谓自然增值来当理由，说透过这个才可以把自然增值去掉。那我反而要问你问题，请问工程受益费收不收？
请问你土地增值税不收不收啊？如果那个也收，你这边再给他扣土地，请问是不是一只牛过两次皮？牵拖，简单讲就叫牵拖。那再下来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些我会尽量把它跳回去说，基本上在征收来讲，从国外来看哦，到台湾来讲，国家的财务绝对不可以，就是财务自偿性绝对不可以作为征收理由，是绝对不可以作为征收。而台湾就有，而你去看去看征收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是配完的土地多出来的土地，是不是还可以配予地标售？然后各县市政府能拿这个赚钱赚很多，对不对？如果能够有配余地，是表示你真的不需要用到的，这很简单很简单的逻辑。所以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台湾等于在允许一个超级征收啊。说穿了，这是一个举世所无的东西。好，那我想当然有一点，我就是提醒大家，在国内有一个东西没被谈清楚，就是说假设我这个地方没水没电没瓦斯，请问政府要不要帮我接啊？如果帮我接的话，请问应该谁出钱？正常情况做这些设施本来是政府依照宪法保障的生存权必须满足的基本东西，那政府是有义务要做。那他有义务要做，就像开马路一样，光那个高速公路是一样，他不可以刻在特定人身上，他是要以税捐所满足的国库来支付，这个才叫做税捐，才叫做负担公平。所以你如果变成由当地人的土地来帮你支撑的财务，是变成我盖个机场，结果有机场征收区的那群人帮你负担基层土地价格，变成不是全国负担哦，那以后他要不要坐飞机？还是我们以后去机场缴的机场税要给那些当年土地被征收的人啊？如果你没这样设计，请问公不公平？一点都不公平。这个也是为什么整个区段征收在国外从20世纪初以来根本都不再被采用呢？因为你等于是糊化了到底谁应该负担的问题，而这个在宪法上极为重要，就是所谓负担公平原则，这是一个宪法财政上极端重要原则。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最后我赶快把它拉回来一个很重要的，台湾都没在注意的事情，就是区段征收的补偿其实是违反宪法第七条公平原则的。为什么？拿补偿金的人是依照征收当期补偿地价，可是呢，你如果拿的是底价地，他配发底价地的，是另外用权利价值计算公式算出来，他会比你补偿金还高。那现在问题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过，还有种人是我要拿底价地，最后发觉太小，他不发给你，不是拿底价地价格给你哦，他是拿什么？他是拿补偿金价格给你。请问这样废吗？一样都土地没拿去用，一样土地没拿去用，需要补偿基准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其实就其最起码就值得实现，而且我们讲过一个很现实的东西了，好，讲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征收补偿是填补你损失，那你为什么可以超额补偿？假设底价地是超过你原有地价的话，请问为什么没超额补偿？那这个超额补偿的法理在哪里？你根本没办法切开目前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地方我必须要提醒大家，这一点在实务上跟法理上都是在一种无可接受型。可惜台湾目前我想不管在实务界或学界都非常的忽略掉这一块，而是我认为这是极端严重的一块，所以目前地政司根本无从解释这个地方。我想最后一点就是跟大家强调一点哦，从化的原理跟这不完全相同，所以从化某个角度上是一个连锁的土地所有权人把自己的财产互相做交换的一种情况，可是你区段征收不是，可是它做出来结果是。所以换句话来讲，会产生一个就跟大埔案一样的情况，就是说，纵使今天台州高等行政法院依据最高行政法院的意旨，撤销了他这几家的这一个征收，可是他根本没办法帮他恢复原状，因为区段征收实质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大规模的土地交换结果，它是一个连锁反应式的一地补地，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恢复原状。换句话来讲，所有的撤销最后全部都只是外观而已。我帮你撤销，不是没办法，对不起，我没办法让你恢复原状。换一句话来讲，这是最严重的癌症，你非死不可。一旦做了之后，如果这是征收，请问我们征收法里说，你目的一旦不存在，就得返还。你如果违法征收，就不要去除，必须要恢复原状。如果这样的话，请问我们真还是一个在保护这一个国家宪法上人民所享有权利的国家吗？我觉得我们爱难赞同这方面。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支持这一个徐老师的看法。我想，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能够
真的完全无疑虑接受区段征收，而且大量使用区段征收的政府，我觉得爱难支持下去。好。